不轩轩的频道，我是轩轩。然后呢，在还没有人加入我的团之前，我都会阿不轩轩这个频道哦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做花软软，不是玫瑰花哦。其实我刚才也 NG 了一次，因为我不，就是刚才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个东西爆出来。就是奶油土泡出来，颜色不一样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做这个的哟。然后我建议大家，奶油土不要挤太多，说真的不要挤太多。然后，啊，我就希望大家加入我的团啦。然后我就会。跟在我的团的 FB 里面，我会用一个群组，然后在里面可以大家一起聊啊，下次要做什么东西呀、啊，然后拍影片，把它拍起来，然后大家互按赞，然后就看谁会来看咯，就尽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主题，我们呢要做的是花软软，因为这种青黏土呢。它硬掉以后呢，它会有一点软软的感觉，就会变得软软。然后我们今天就需要青黏土、汤匙，就是这种。我们选小汤匙吧，然后我就拿着，等一下，啊，还有奶油土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就捏，先捏一小块，一块钱大小的。一小块就好，注意哦，不然捏太大块。好，来搓成圆，看不太清楚，对不起。然后再把它搓成细细的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大。然后再捏一个大的，差不多也是一块钱大小。做成一个圆，那压扁，不要太薄，它要破掉。好，准备你的边边呢，这样粘上去。然后奶油土呢，最后就会跟你们讲做什么啦。那就是个装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奶油土要干嘛。奶油土我就打算拿来装饰，我本来要拿来粘的，就是我想说呢，如果拿来粘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啊，对了，最后呢，它会留下一个尖尖的部分，最后那尖尖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用汤匙来切断，这样每一个都粘一个一块钱的大小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？留在下面，留在那个留言区给我看，我会去看哦。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我会去看你的留言，然后会去再重拍一次，让你们看更清楚。然后呢，拍影片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从小就很想要拍影片，在 YouTube 给大家一起看，然后很高兴我有这个梦想可以达成，然后就是这样，所以我非常的开心，可以找到怎么拍这个影片呢、啊？
我就觉得好开心，好兴奋。其实这个城市也是，它这个影片的地方啊，也是我自己去搜索的，我没有去问任何人。因为没事，我都会去滑滑 FB 啊，然后去滑滑 YouTube。然后用到第二层的时候呢，你好，用到第二层的时候呢，就有缝缝就塞，这里有缝，对对，这边都有缝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粘在背后，一直都是粘一块钱的大小。对不起，太好看了。好，继续。觉得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拍影片，觉得有点无聊。有蓝色的啦，问题是呢，蓝色的我都把它拿去做掉了，已经把它当蓝色玛卡了，所以我这次要缝，就准备要来做缝色玛卡龙。然后玛卡龙我不会拍胶水，但是我会介绍给你们看。还差不多三层应该就 OK。也觉得有点奇怪。刚才没就做空调，我要了，我把它变成长方形，你看，不变成正方形，我在讲什么东西？这边再粘一个，快完成了，粘一个就好了。成功了，好有啊，我有好几层，然后外面这个呢，我们就用粘土包起来，差不多十块钱硬币大小，做成了长长的压扁，不要压太厚。压太薄，不然等一下会，你知道的会破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用，其实还是不要用汤匙好了。这个当成很奇怪，这汤匙不是拿来吃的，这就是一般拿来用粘土的，就是拿来做马卡龙的东西，不错。然后我们用奶油土。你看是不是中间一个点点？我们在旁周围绕圈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做好了哟。然后它最后会干掉硬掉。那我们做好了以后，我会把我的马卡龙啊一些作品，然后拿来一起来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个干掉，我也会拿来给你们看哦。
我们今天的花朵。好，那大家都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在我左下角按个赞，在右上角按个订阅。那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